罗夏日记22年初，我被一个叫 Felix 的玩具厂做了，四个头雕我很满意，真人头传神，血迹到位。他们说我像梵高，其实我还演过弗莱迪，比一下就知道我长高了。九头身材大长腿，比例好过法老王。我他妈哪有这么高？我干，衣服还不错，旧化污渍都在线。这个扣子的细节我很满意，鞋子也有做旧，可动接地性都不错。配件还有三对替换手、菜刀、玫瑰日记本、DIY 喷火装置。笑匠的徽章图案是贴上去的，钩爪枪中奖了，没有铁丝，我玩个毛。手腕斜面关节内部衬衣做的怎么样？对我而言问题不大。像守望者这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IP， 能买到6寸的小比例已是惊喜，况且其实做的还算不错。确实存在各种的不完美，也希望厂家能采纳玩家的建议，积极改进。身高比例我有些接受不了，只能给个73分。希望 Felix 把后面的小丑做完美，点个赞吧。对，点个赞吧。对，若我念错了厂家的名字都怪他俩。菲利克斯加油。